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点，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点，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 TAT 泰国旅游局与旅游警察局提醒所有游客，如遇任何紧急状况，可拨打旅游警察热线1155，全天24小时服务。听众朋友，接下去请收听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华语新闻。政府推出新刺激消费经济措施，促成资金流转1450亿铢。佩通滩总理日前在商业部主持宣布刺激经济一系列新措施，主要扶助中小企业商家销售各类食品和小商品，向小型商家让利，促成运营成本下降，消费商品价格稳定，以此刺激国民消费。商业部方面主导推动3项措施，将持续5个月时间，预计实现资金流转达1450亿铢。佩通滩总理日前在商业部主持复苏经济降本增利扩展机遇项目启动仪式，在商业部主导下促成官民合作，为小型商家创造盈利机会。该项目吸引了130多家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参与，将持续一系列措施为期5个月，目的是促成小型商家降低消费商品零售价，刺激消费者更多的消费，促成资金流转1450亿铢，从总体上实现国家经济复苏与振兴。这项项目将惠及14万家地方社区小型商店，在大型商家的支持下，为这些小型商家直接降低进货的成本。此外，各政府机构、商业部、曼谷市政府和各府地方政府市级管理部门适当为小型商家减免租金，举办商品展销会，举办消费品平价促进活动，以刺激消费者更多的购买日常消费品。商业部长皮塞表示，该项目将惠及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不久前，政府已向社会上弱势群体及贫困者发放每人10000铢补助金，希望这笔钱能很快流入周转体系。政府立即推出这项刺激消费措施，必然能够使到经济复苏力度放大，预计将实现资金流转金额达到780亿铢。今年内，政府还将推出一系列促进消费活动，还将带来187亿铢的周转流动资金。在这个项目下，商业部及曼谷市政府将为自己管理下的商贸市场降低摊位租金。例如，曼谷市政府管理下的各座市场摊位租金将下调50%，让14000多家商贩受益。国防部方面也将开放军营或者军方管辖的地区，让商贩可以进入摆摊经营，举办临时市集活动。此外，各大型商品厂商和进口商也将降低让利，让商贩取得更低的进货成本。商业部长 PC 还表示，泰国近期已吸引到外商投资累计多达2000亿铢，
特别是印刷电路板产业外商前来泰国投资踊跃，商业部将致力于吸引外商来泰国投资，充分发挥泰国作为新兴产业国的魅力。泰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16日下午以5:2的表决结果决定下调政策性利率25个百分点，以帮助民众减轻债务负担。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萨卡波日前透露，当天的会议形成决议下调政策性利率，从 2.5% 降至 2.25%， 立即生效。该委员会认为，国家经济成长符合预期，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处在预测的范围内，当前的货币政策仍然适合，加上政商各界的强烈要求，使该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5人投票认为应该下调政策性利率。参会2名委员认为仍然有必要维持 2.5% 的利率水平，由于仍然符合当前的经济与通货膨胀局势，这利率水平也有助于长期维持泰国经济的稳定，维持泰国的金融实力，足以应对未来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情况。该委员会还评估泰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保持在 2.7% 的水平，明年则小幅成长到 2.9%， 主要的驱动力来自旅游业和政府的刺激经济措施。至于今年的通货膨胀率预估为 0.5%， 明年则为 1.2%。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批猜以及商业部长批猜日前均表态希望央行下调政策性利率，而且泰国总商会以及泰国工业联合会等也都表态希望降息刺激经济，对央行形成巨大压力。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于去年9月27日上调政策性利率至 2.5%， 之后多次维持政策性利率超过1年。泰国将出席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今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29次缔约方会议将于11月11至22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泰国将出席会议，并在会上确立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迁议题的明确姿态。根据总理府发布的消息，10月7日，副总理巴舍与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长泽林差共同主持国家气候变迁政策委员会今年第2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泰国在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第29次会议上的态度声明草案，重要事项为泰国在2024至2025年框架公约会议上的谈判立场架构草案，符合巴黎协定框架公约的原则及国家策略、政策和计划，同时还考虑到泰国在实施气候变迁和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背景和能力，包括强调公正的能源转型，为已开发国家设定新的财政目标，以充分且适当的支持发展中国家，包括获取损害资金的机制和程序等。此外，东盟还希望在公约框架内运作成员国重视的议题，如资金支持能力、建构和气候变迁行动技术、检讨首次全球盘点、加快每年向发展中国筹集1000亿美元的支持、易于获得遗失和损坏基金，以及公正过渡、女性、青年和当地社区参与及平等性。参加今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将在原则上使泰国能够以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通过公众参与来免受气候变迁的影响。有关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方面，排在前5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欧洲联盟、俄罗斯，而泰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全球前30位，占比为 0.76%。
TAT 泰国旅游局致力今年吸引100万日本游客。TAT 泰国旅游局在2024年日本旅游博览会活动中展示泰国旅游业的潜力，推出新的旅游路线，目标是今年吸引100万日本游客前来泰国旅游。泰国旅游局东亚区区长初卫表示，9月26日至29日在日本东京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2024年日本旅游博览会，被认为是亚洲最大的旅游推广活动，由日本旅行社协会、日本旅游观光协会和日本国家旅游局每年举办一次，今年是第35届，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共有426个展位。泰国旅游局 TAT 带领13家泰国企业参加该活动，以宣传提高知名度，展示泰国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并向日本游客宣传泰国的良好形象。这也是泰国旅游业者洽谈旅游业务的论坛，让他们有机会更了解该地区的旅游业者，刺激短途市场的旅游，特别是来自日本市场的优质旅行团，如千禧世代，以及扩大特殊兴趣群体。在2024年日本旅游博览会上，泰国旅游局安排了一个展位区，用于日本市场买家与泰国旅游经营者之间的商务洽谈。活动共有13家泰国企业参加，其中包括9家酒店、1家旅行社和3家航空公司，共同向参加活动的买家和公众传播和宣传泰国的旅游信息。今年以透过火车旅游知识有吸引力的城市为概念，利用多媒体展示前来泰国各地新旅游目的地的火车旅行，让与会者以各个旅游景点的背景拍摄照片，让他们感觉自己正在游览泰国。泰国旅游局方面也透过当代的艺术和文化表演、泰拳表演、美食、传统技艺、传统节日生活方式等展示泰国魅力，与泰国必做的五件事这概念相关联，为与会者提供特别的体验。日本旅游市场是一个可能持续成长的优质市场，对泰国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旅游意义。今年1月至8月前来泰国旅游的日本旅客约668,000多人次，较2023年同期成长 35%。 泰国旅游局设定的2024年目标是887,000人次。由于泰国软实力的潜力，如泰国菜、日本粉丝喜欢的 VL 或者男性相爱系列趋势，再加上 TAT 泰国旅游局的持续推广，预计今年将能够成功的按照计划带动日本游客前来泰国旅游达100万人次。另一方面， TAT 泰国旅游局与 Booking.com 合作，邀请全球美食爱好者通过泰国美食地图 2.0 体验泰国美食的魅力。这本指南带领游客探索全国各地的美食，并开启一段充满风味与文化的旅游体验。本次旅游指南旨在展示全国各地的魅力，尤其是那些待开发的二线城市。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